负重任，我担任呢今年2021年新年歌开开心心最重要的道理。真的有点难，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满意我的作品的。然后这整套呢，因为我们觉得尽量省吧，就收所有的东西我都在淘宝找好。身为淘宝小达人我，所以把大家的服装都找齐啦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来慢慢的开箱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质量好不好。其实真的蛮老板轻一点，很重。其实真的是蛮担心的，因为淘宝的quality有点不稳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今年又很紧张。现在这部影片呢的下个礼拜就是我们要拍摄 MV 了，所以这个真的是超级紧张的。然后所有东西我都选择直运，是因为直运的话都是商家马上寄来马来西亚的，但也很贵，因为我们这次我们的运费用了300多块马币，算是贵的，因为这些都不需要到300多块。其实好，我们来打开一个随随便便吧。哥，这很厉耶。这一次我们的新年呢有4套服装，我在慢慢打开的时候再慢慢讲解给你们看。等一下的他们呢会来这边 bidding， 所以我可以 给你们看一下我要的感觉是什么。今年的曲风是走比较复古的，所以我的东西都会找比较复古的东西。哎，我好伤心啊。伤心什么？我做我说新年好的时候没看你这么积极。你做我说新年好的时候我2天都没有睡觉，好不好？来，请隆重欢迎我说新年好的造型师。大家好，找海博，全部都是我买的。现在开的第一套是这个橘橘色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只有这一件橘橘色的吗？因为呢，因为省吧就扣吧就啦，我的有一套服装是我自己本身就有，然后没有穿过的时候，我只需要买一个背心就够了。所以这个橘色是我的。先来开第二样。啊，这个是叫什么啊？水湖蓝色啊。因为就尽量找一些比较简单的内搭。可以可以。这是什么 size？ XL。What？ 好彩我买 XL 啊！我买 L 你们就完蛋了。错。是裴勇哥，你完蛋！一点你很瘦 ，OK？ 这样选对谁呢？其实最担心的是阿恒，哈哈，因为他是走女生的风格啊。哎，这个很紧张，因为这是我们唯一最最新年的服装。当然，这个呢，其实也是我配合 KK Go 这个冰淇淋所要去找的唐装，因为。TK Go 嘛， Go 是金色嘛，所以我就找一个新年的服装是比较金色的，因为2套是女生啊。哦，怎样？你质疑我的专业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品质如何。哎， quality not bad。哟，喂，好像很像这个，很像很厉害。你看那个东西，那个纹路可以耶。Sorry， 那个纹路，来纠正我的中文。很像我阿公穿的衣服。我讲真的，这套全部试穿都是都是阿公买的，因为我们要跑复古嘛。对，哇哦，我觉得可以耶，这3套都是男生的。这个一定是裴勇的衣服。对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超贱的。那当天我就做好整个的 pages 啊，我就给他们分，你们要选什么色系。我的话就是已经定紫色了，然后他们看到这个粉色，全部讲裴勇穿的，超贱，全部把这个最亮的色给裴勇。找西装比较困难的是因为男生的西装很贵，所以我只可以找女生 oversize 的西装。所以现在他们穿的西装都是女生的 size， 我尽量找最大的，这可以吧？哇，可以穿一下可以，应该可以吧？算大件哦，这是女装啊。哦，女装最大 size。对 ，OK 啦。可是有点危险哎，你看我的肩膀，糟糕，也要必定看他们穿要怎样。哦，这是格子裤，我感觉蛮帅的。因为我是跑复古的，我想要它有点跳脱的颜色。好彩不是绒的，我很怕绒，因为现在淘宝是冬天，所以他们的裤子很多都会有绒，到时候这边的袖子会卷上来。
不一样的东西。嗯，好，来下个是男生的西装黑裤，这个是在我们跳阿狗狗那一段的咯，这质量很棒哎，你看，哦，好啊，它是很厚实的，不会那种皱皱的。啊，这是我最期待的，这是这牛仔裤，这应该是吊带的，没有错的话。这设计的概念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想要有点可爱，又有点方披，然后又有点复古这样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就想，哎 ，Kit Kat Go 的颜色是红色掺卡其色，就是它的 Go 其实有点卡其色的感觉。然后我就把这种很复古的牛仔，然后搭上他们那种卡其色的内搭，然后再加一点红色的元素在，就有点 Kit Kat Go 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整套我称它为冰淇淋装。So far 我现在开的哦，质量没有一个是差的，哦，很棒很棒。这个哦，这个是长乐的裤子，哎，不是哦，这是阿 Danny 的 ，sorry， 哦，对，阿乐也是短裤 ，Danny 可以吧？可是我已经买很大size，我买 XL 了哎，可是啊，好彩是啊，后面是有松紧的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勉勉强强还行，可能会不太舒服。你看啊，你可以想象到一下。那种男生穿那种西装短裤啊，超可爱。然后这些丝巾啊，也是我会绑在 Kit Kat Go 服装那一套，就给它有一点红色的元素，可能绑在腰带啊，或者当做领带这样子。哦，好期待跟大家分享，等一下他们走毛步的时候，我大概定妆给大家看一下。So far， 我现在开箱了的元素，其实也有一个原因。如果我把衣服链接都放在底下，你们也可以去订这些服装，然后来跟我们穿同样的穿搭，来 tag 我们，给我们看一下你们穿的怎么样。这个嘞就是 disco 的那一套，因为裴勇讲要我们跳 disco 的那个感觉，所以全部人都会穿这个。哎，这个很复古哎，这可以，太棒了，可以。我订了的很多颜色，七个颜色。啊，这是腰带，这是我觉得复古最要有的元素，就是粗腰带加这个银色的扣。所以大家这个是给大家订来放裤子的，那种塞衣服啊，然后高腰裤，然后绑腰带啊，超级有画面感的。哦，丝巾，这丝巾其实是订给裴勇的那一套的，但我觉得还可以添加到其他人的元素，所以我订了三条。你看都是比较复古的，你看。这个是英伦格子啊，这个是比较彩色，这个是比较波点的。这其实女生来绑头发啊，这样子放着其实也很好看。然后这样，因为我的颜色其实外面那一层是比较亮一点的外套，所以里面我就想要搭配比较深一点的蓝，然后用蓝色去撞外面那个外套的颜色，我就觉得会很复古很可爱啊。哦，这是我跟卡卡的裤子，这是女生的西装裤，质量也很好哎，全部今天我订的，完全现在没有后悔。啊，我的爆炸头啊，太棒了！大家我就不先打开喽，这个质感算是可以的，反正这个丢给发型师弄就好，我只是订货。谢谢啊。哦，这个是配阿狗狗里面的搭衬，所以全部都是穿长的西装衬衫，而且这个质量我还有考虑周到哦，我要订那种亮面的，那种亮面的是超级超级三把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超凉，这布超好，就是那种好像怕死人家看不到它那种感觉，就是这样子，这种 bling bling 加这种亮亮的西装衬衫。好看，咦，我好感动哦！我可以交差哦，大家不怕，没有一套是 feel 的哎，这个应该是耳环吧 ？Yes， 对，这是女生的耳环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很空啊，所以我就订这个比较复古的耳环，其实很好看，你看超级复古的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假发，这是蘑菇头假发。这超好看的，就是这样子的西瓜头，这个发质，这个发质比那个爆炸头好一点，因为
包大头怎么样都是比较粗糙一点。可以可以，我订两顶哦。啊，还有给眼镜哎，可以哦。哦，哈哈，这个是那个吊带裤的吊带，看红色的吊带，就是有些人会穿连体裤，有些人就是穿着牛仔阔裤，然后加这个吊带 ，so cute right？这是我们七个人的阔裤，搭配那个这个，稍微很好看，好期待大家等一下来哦。黄色是阿乐的，我跟你讲，蔡长乐也是我最怕的，因为他很废的，他很壮，他的肩膀很大。还有这两个人啊，就是蔡长武跟蔡长乐啊，是我一定衣服就跟他讲，你们两个不要再跟我做 gym 了啊，我很怕他们一住啊，我直接搭过我定的 size， 没有我想象中的大，但我觉得还是可以。我看一下高度，哦，可以啦，行啊行啊，啊哈，各位。我们女生终于穿旗袍了，旗袍跟唐装是我最紧张他们的quality的，因为这个是要在 TVC 广告，就是我们会上电视广告的时候要穿的。哎，它的线头不太美，但是它的刺绣感觉很高级，整体来讲还是过的，还是 work 的。Oh my god， 你看这是男生穿的，这是女生穿的。其实这个好像有点太亮，这个有点太暗哎。可是我看的时候，两个是一模一样颜色的。我等一下给你们看，这是官网放的照片，你看两个对比起来，是不是颜色是很相近的？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等一下看他们怎么讲。好，先不要理先，来看下一个。啊，这是帽子，红色的帽子也是跟那个 KKGO 那一套。服装其实我就是，想给其中一个人戴帽子，然后一些人挂丝巾，就是有点有红色元素在，其实还是很好看的，可以。这是什么？这么深哦，卡其色。我的天哪！啊，我不知道这么深呢，因为图片很亮。穿的话是好看的吧，它不够亮。So sad， 随便啦，不要再看他们怎么样想。好嘞，现在我的服装开箱都到这里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想要把全部东西都归列在一起，然后等他们来，然后我们来试装一下，可能大小的话要调整还是怎么样之类的。好，我现在来整理。刚刚在整理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少订了两件衣服，而且是蛮重要的衣服。我已经 double checking triple checking， 为什么？我们听，我们听。幸好这个造型师是我女朋友啊，你看啊，穿的还像一个人一样啊。哇，你们看朋友。Blackpink in your area。我觉得师生对我太好了，他给我这个很蛮好看的。哎，其实我们三个哦，很帅哦。哎，我们一二三个。来，准备 ，How you like that？ 我不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友情霸凌。你知道他们选颜色是我大概跟你们讲怎样分配的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颜色有一共五种，没有到两秒啊，爆生冰，留给我，真的是这样，完全是这样。来 pose， I am Lisa from Thailand。
I am Mona Lisa。 好，这是我们的 man 套衣。今天还蛮不错的，目前呢只有一个人是不开心的。是谁呢？哦、oh, 好，我们现在换第二套。我们这个第二套哦，其实有点像睡衣哦。来，我们的主角来了。你就是芭比，你就是芭比阿姨。来，你卖那个动作。这个很像那种头一根板。我觉得这个衣服很像那种早上去公园啊，看人家这样子。这样子推推去。可是整体来看。我们第二套比较新年感觉的衣服，这个主题是大冰。哎，sorry sorry， 剪下去，尴尬，什么笑话来了？小玉刚刚那一段表现得很 daddy， 这个是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就回来了。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的主角就是蔡翔的乌龙之影。你身体是大腿，来拍下去哥，拍下去哥，学生。通常这种服装呢，是蔡氏兄弟自己打。要喝什么酒？我和你天长地久。我的女朋友，我的女。停！二三，把方便我了。不要随便 Q 我，不要随便 Q 我。我喜欢耶鲁场。大家还没看到我长什么样子？这爱不落幕。哎，我怎么在？我当时还不懂我在长怎样。裴勇，你的头发为什么？你弄了多久？啊、早上你。现在是我们第四套衣服。哎，你们可以尊重我们造型师吗？也是今天试穿的最后一套衣服。什么？大家没在这里面感谢 Danny 啊！ Danny 明年开刀，今天都来耶！哇，感恩哇！可能今天你们见我最后一面，我们一起，对，所以我们一起唱高兴啊，快的生日歌给他听，一二三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怎么算了？好笑没？怎么办？你好，你好 Danny， 是我。然后这套服装啊，就是我刚刚讲的 KK Go 的颜色。哎，其实很好看一下这一套，真的哦。来，我们三二一百岁，三二一，可以很好。耶，我的 stylist 今天已经结束了，然后今天试的很满意，全部腮胡都觉得很高。我觉得大家就要给个评分。所以在淘宝双十一下单的话，啊，使用那个 QR code 也没有问题。打我！哎呀。书生真的是这样，我们这样的朋友当中呢，花最多钱在买淘宝。真的耶！结果淘宝每次找谁？哎，找谁啊？找谁？找谁？哎呀，可以的呀！哎呀，对耶！今天的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妆容，我再带你们到拍 MV 现场看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大家，开开心心最重要。下一句什么？没有人会背歌词，吃大便。祝你们大飞年，耶！我们下一场见。